回家没有住之前，我给你先自首的机会。你是不是一个好女儿？给自己打十分满分，几分？十分满分，五分。这倒没有，从来没有吗？OK， 我们选 No Never 的选项。第一个哈，就是跟他们讲不是你的风格。对。然后请不要再买这类的衣服。对。好。我会担心他们出什么问题，我在身边。OK。Encourage independent. Critical thinking. OK， 好。Critical thinking. 我应该我会睡在地上，要不然就爸爸睡。爸爸应该讲我睡。然后呢，如果爸爸想说好我睡的话，你会不会让？还是你会争？我会争。你会说爸爸不行，你要睡床。哦，我不会争。你就是怂。带过也不会想去纠正他，因为用一些懒得管，也不用每一次都是正确的啦。Not really 哈，所以你不太会听是不是？就 hop hop train 吗？Mentor 哦，很像是这个导师，生活导师一样。哎，你跟我一样哎。You are responsible child. Yo, yeah, high five.那我就要问你了，如果今天你的感情里面出现了第三者，你会怎么对付他？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容易吃醋的人。啊，你只会光吃醋，你不会反击哦？会啊，一定会反击的。我觉得。哦，所以你一说，因为你很容易吃醋，所以任何人都很容易变成小三。对。所以你的男朋友只会稍微跟一个女同事，或是他可能 BFF。讲电话讲久一点，或是三更半夜还在讲电话，你就会吃醋。OK， 好，总结陈词就是罗美是一个铁齿、有点负责任的孩子，又老实，但是是个醋坛子。敬请留意即将岳母4月18号，八频道晚上9点钟看美姨的表现，谢谢美姨。谢谢。